We are felt high. Oh, what's your job on securing his safety and his family? 現在我面對的暴力威脅已經是危及我的性命和我的家人的安全，現在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事件。那到9月10日的時候，有一些那個對我的威脅，在我當選之後是急劇地去惡化的，而惡化的程度是去到威脅我的人身安全。 恭喜各位當選的候選人，Congratulations！這次會有阿婆婆是蔡元村的高婆婆。